如你所见，今天我们要教大家如何正确的穿着浴衣。然后我身上呢就已经披到了这一件，你们可以看到非常非常的长，我有1.68米，然后基本上已经拖地2到3厘米左右。然后这个呢是正统浴衣的正常长度，应该会有更长的。其实对，其实浴衣是分码的，就是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身高来选择适合自己的码段。不过一般来说浴衣就是如果它只有均码的话，身高最起码170到150之间的姑娘都是可以穿着的。好的，那么就麻烦俊姐啦。然后第一步是首先如果是因为今天有我在，所以如果有基友在的话，全部都有基友就好了，这是最简单的方法其实。但是如果不幸这个基友不在的话，一个人穿的时候该怎么看呢？首先把这个浴衣披起来，然后这个披的时候就是随意的披就好，但是就有几个稍微注意点的地方，就是肩膀的线最好在肩膀上，然后这个背后来稍微看一下，背后有一条这个背后的正中线，尽量确保这个正中线是在自己的这个背后的中间。好，转过来，然后在这个差不多把形状披好的情况下，右手拿着右边，左手拿着左边，然后把它这个长度提到抬脚，把长度提到这个自己跟自己的脚这个身高比较合适的地方。一般来说是从这个脚跟往上10公分左右。但是现在因为有很多很潮的穿法，比如说提的比较高一点，然后下面穿一个非常艳丽的袜子等等，也是有这样的穿法，所以大家就根据自己喜好稍微提一点，然后方便活动。然后接下来之后稍微站的时候也是，就是大家可能习惯性的时候会并腿站然后来穿它，但是这样的话穿的如果比较紧，待会走路的时候会很困难，所以最好稍微岔开一点。岔开一点，对。好，然后把它提起来，然后长度也比的比较好了之后，这个接下来是朝向的问题，来请介绍一下。然后这个地方有一个这个小口诀，就叫上米饭left over right， 就是 left over right， 左边在右边上面。然后如果反过来穿的话，就是另外一个世界的人，也就是彼岸的人才会穿的衣服，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请一定要穿对。left over right， 所以先把右边，对，把这个右边可以往下提一提，然后这个手就在腰骨的位置，然后这个下摆也是。就我最一开始穿的时候，以为下摆是要对齐，就是要皮皮的，然后发现其实这个齐齐的穿法并不正确。这个右边这个在里面的这一侧呢，最好是离你的这个脚踝线再往上高7到8公分，就是一个斜上角的一个。是这样。对，是，比如说像这样子。对，差不多在这里。好，接下来是左边。左边也是，同样也是上。这个手还要继续摁在这里吗？你先摁着吧。哦，好的。然后这边也是稍稍往上一点，不过这边不用提高7到8公分，就稍微高个3公分左右就可以了。然后把它固定在自己的腰骨这个地方。然后这个时候还是要时刻注意这个背后的这个线有没有不歪。比如说现在这个，好，这样子这个下面的形状就 OK 了。接下来我们要系腰带。但是这个腰带不是大家看到的这个腰带，而是一个被藏在里面的专门用来固定浴衣的普通的腰带。如果没有腰带呢，鞋带也是很好的选择。可以，这个是刚才说到的腰带，鞋带也可以哦。然后腰带的系法就比较随意了，基本上如果是譬如说现在我们两个人就可以这样从后面。后面这样把它系起来，然后这根腰带比较重要的是，因为它是基本上来说这个浴衣能不能掉就看它系得紧不紧了，所以这根请大家务必要系紧一点，然后这个基本上是 保持你这个浴衣形状最重要的一根带子，所以我也是抽得比较紧。然后这个带子也是，这个系完之后会有这样两个小尾巴出来，小尾巴怎么办呢？垂下去可能会露出来，就真的变成尾巴。所以可以把它绕过来之后，下面的从下面塞进去，然后上面的从上面塞进去。反正和服的穿法一大要义就是塞。OK。好，小尾巴这个地方 C 到 D
我的手已经可以拿出来随便活动了。好，然后下一步呢？下一步是这样，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浴衣的这个地方，嗯，我的已经收起来了。袖子这里其实是开的，然后它为什么会是开的呢？就是为了方便你调整这个浴衣现在穿到现在这个状态之后的这个接下来的步骤。如果是我自己一个人穿的话，就得把手伸进去，对，伸进去，然后往下伸。哦，把这个地方撑平，撑平，然后背后也是同样的道理，用手把它撑平。对，就是如果有人帮你穿的话，就不用把手伸进去了。但是如果自己一个人的话，嗯，就可以。然后这里就会变成你穿的这里这一条，这个地方。哦 ，OK OK。然后这里又出现了一个稍微需要注意的地方，就是大家穿汉服或者是其他这种对肩衣服的时候，可能会习惯性的把它拉到比较靠前面，就是这个领子的地方是贴着脖子的。但是和服大家众所周知，它这个重点就是要把脖子后面这个地方露出来。所以穿衣腿是撑后面的时候，这个注意这个地方，就后面的领子离你的脖子差不多有一个拳头大小的距离，这样子会比较好看，像这个符合这个日本人民的审美。然后相对的，而这个前面的襟最好就保守的近一点，对，就是穿浴衣的时候一定要不停的想，我最漂亮的是脖子后面哟，这样子。把前面的褶都打开，其实对，就是把它打开，然后整平。嗯，你好高呀，讨厌。不好意思。好，接下来我们要上第二个腰带了，这个就是用来固定现在这个我们现在穿出来的这个位置。嗯，然后这个位置呢，其实教我穿和服老师表示你不用记得那么死。不如说，如果接得太死，不方便活动，可能还会造成你这个胸闷气短，然后夏天又热，造成一系列不太好的这个问题。但是，所以大家就不用像下面那样抽的那么紧，但是也可以就是因自己的身材或者说这个衣服的材质，然后尽可能的把它固定住。总之就是带子不能留尾巴，如果后面有这个长的尾巴的话，一定要卷进去，对，卷进去，拴进去，这样会比较好。然后系好之后就是这样，不停的整整整，拉拉拉，然后把这个褶子都给它整平，然后做出一个比较好看的下摆的形状来。嗯，过来。其实非常的长呢，非常特别长。好的，那么让我们开始吧。好。啊，好长啊，好长。是，好。然后一般的带子，当然这个不光是半腹带、全腹带、不全腹带，就是比较更宽点的带子，打法其实基本上是一致的。首先呢，是我们拿到这个带子的一端，然后把这个带子稍稍对折一下。从中对折。对，然后当然也不用对折得非常的紧，然后留出大概50到60公分左右的这个距离吧。就一米吧。我也觉得呢。我们呢，一宿，大概这样差不多。对，嗯。然后穿的时候呢，如果是自己穿，就可能需要自己把它搭在肩膀上，用手扶着肩膀，然后这样。但如果我们两个人的话，就不带这个事情了。然后把它稍微这样翻过来，这个地方折角的地方可以变成一个很好看的三角形。
这个地方转过来以后打开，打开，对，蛮像小时候折纸的那种感觉。是的，是的。我接下来请按停哦。我就是转转转转转。啊，要飞到里面去吗？那我缩手了。是的。好紧张。哎，我这也可以，其实。所以情趣之一就是让姑娘转转转。虽然我并不懂是什么样的情趣了。继续转，啊，继续转，好，哎，好，啊，好紧，是的，然后，好，接下来我们要开始把它给打成一个蝴蝶结的形状了。对，应该在打结之前先把它们，哦，对，好像应该要先折一下，对，是的，啊，不错了。就这样先折出这样一个三角形，对，然后把上面这个压下来，然后穿过来，然后啊，哦，就这样系了一个结，结，对，然后把这个结顺着提过来，好，接下来我们要开始奋斗这个，开始做蝴蝶结了，成型的蝴蝶结了，所以折好以后，这个宽度就是蝴蝶结的蝴蝶结的整个宽度长度长度，对，长度，对，然后接下来这个形状的固定就是，就说可以把它往上翻，然后也可以把它往下翻，就这样子，然后做出大家经常能看到的那种这个垂下来的蝴蝶结的形状，就是这里有先对折，然后这两边再对。下去啊，对，哦，这样子确实形状好看。但手做蝴蝶结的时候也是用丝带这样做。知识都是可以融会贯通的，是吗？哎呦，好，然后在上面大概形状好了之后，就是用它绑一些绑圈。哎，这样想的话很清晰，哎，就是先留一根，然后绕绕绕。然后做出蝴蝶结的耳朵来，再用上面这根绑起来。绑起来，对。这样想的话就很清晰。对，其实，然后即使我具体的步骤不太一样，也没有什么关系。对，其实就是你只要把它，对，就是下面你太高了啦，讨厌。哦，就这个折的这个地方，
这件是 A P 的，对不对？对。可见 A P 就是高跟的。这个没有办法，高个子的姑娘无论如何，下面能转出来的部分都是有限的。如果大家像我这样矮的话，就会。好的，那么就是这样啦，穿着完成，非常感谢。感觉好像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呢。是的，其实熟悉了之后很快就可以穿起来，即便是自己一个人。特别是推荐大家购买的时候可以反正已经打好了，打好了定型的蝴蝶结。对，定型蝴蝶结。对，就只要把它塞进去，然后绑个腰带，然后穿着就可以了。而之前这一件呢，因为是 classic， 所以选择了一种比较典雅、古典这样的一个 look。尝试一下，如果有问题的话呢，可以在我们的留言区提问，我们会努力回答的。好的，非常感谢你的观看，拜拜。